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奋斗龙姐。昨天和今天又出早事了，也没有时间在家吃饭，我就做点带着。炒个大辣椒炒鸡蛋，扒了面扒的，抓火先给它盛出来，再给点油。蒜，你这蒜不嫌它碎，就给它切成条，改成豆豉。豆豉和蒜香味炒出来以后。我们下辣椒蛋，你看它黑不出的啊，它这个好吃，豆豉和蒜香味一起炒可好吃了。你不给盐了，这点冬天腌的不好油，好吃蛮有食欲的，这菜也不下凉，补充点营养，晚上回来没时间吃，太晚了。哎，好吧。啊，那我给你放后面。今天有霾是吧？嗯，雾气昭昭的，可呛的慌。5:20，今天天灰蒙蒙的，雾霾可严重了。中间出发去摆摊了。长发面的烧饼。热乎饭真舒服，小翠这生意现在是完蛋了，一冷就完蛋了。土豆萝卜白菜都可便宜了，感觉卖不好。好像开张了，开了，开张了，一个老大哥，那是啥玩意？吃完了，好香啊！